很多网友说我没有钱，我就不怕受骗。有一种诈骗形式专门挑没有钱又着急用钱的人下手，让原本就不富裕的你负债累累。最近啊，我们发现有骗子冒充杜小满的官方客服进行诈骗，假的客服会给你发短信，诱导你添加私人的微信，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会要你扫描二维码或者点击他提供的链接下载假冒的金融 APP， 比如左右两边的杜小满 APP 那都是假的。骗子还会在放款环节以你银行卡填写错误为由，让你进行存款解冻认证，而你在慌乱之间只能够四处筹款进行所谓的解冻操作，最终的结果就是血本无归。下载金融软件请通过手机官方的应用商店渠道，这是您资金安全的最大保障。